鸿蒙初开，天地混沌，容之以均，乃分天地。天地滋生万物，生灵地作秩序，众生如是，亘古如斯。直到。 你们一定都听说过他的故事。齐天大圣孙悟空不服天地尊卑，大闹天宫，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，四天王无影无踪。天庭奈何不了大圣，便去西天求助如来佛祖。 佛祖法力无边，将大圣压在这五行山下。哎呀！天庭的东西真不好用。土地爷爷，土地爷爷，后来呢？大圣逃出去了吗？这后来呀、啊，哎呀，这可是佛祖的五行山，岂能说逃就能逃出去的？哎，大圣啊，没逃出去不说，就连金箍棒和筋斗云也……哎，想来几百年过去了。 他打了多少尊佛，丢了多少法力，只能你自己去看了。哎，前面就是五行山了。 再往前走，就是镇压大圣的地方了。此地原本名为须弥山，当年也是块人间净土。可自大圣被压在此地之后呀，除了这无边的险恶与荒芜，也容不下再多的因果无常了。天辈，此番前去。 一定要多加小心。镇魔法力也就算了，可这破经念了700年，吵得我的头都要炸了。你要我老孙的命，尽管拿走。 你再要我1000年、10000年，老子都不在乎。可是这几句破经，到底有完没完？ 齐天大圣，嘿，是太白让我来找你的。太白，大圣，你没事吧？ 大圣，别来无恙，今日可好啊？太白，哎，休要动怒，休要动怒！小仙带来了好消息，大圣请看，此番是奉天庭的旨意来解救大圣你于水火之中啊！只要拿到这个弹劾，你就可以暂时离开五行山。 但是，如果你要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只要将此盒送到灵台方寸山即可。大圣，你尽管放心前去，小仙绝对不会骗你。哦，对，大圣，这个孩子叫天维，他陪你一块到方寸山去，一路上。 太白吧，再不救太白的话，他会被妖怪杀的。杀得好，妖怪不杀他，俺老孙也饶不了他。要不是当年他帮我变上天，我早就……大圣，太白，哎，别！が湧いていた。 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地盘，你敢在这里撒野，大圣饶不了你！齐天大圣，我倒要看一看那野猴子怎么救你！ 山下吗？怕了吧！虽然大圣的法力被镇压在五行山，可是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。压了几百年，骨头都生锈了，刚好拿你来试试拳头。大圣，哎，我是华音，不是故意闯进大圣地盘的。我想去须弥妖地救我的朋友，可是半路遇到了妖怪，才一路逃到这里。多谢大圣救命之恩。让开！啊！大圣，华音姐姐放心，大圣一定会帮你把朋友救出来的。可是须弥妖地不是一般的地方，那里的妖怪个个神通广大。大圣他一个筋斗就是10万8千里。 还混72变，本事比那些妖怪大多了。啊、大圣，那我们先救华音姐姐的朋友还是太白啊？你要我说多少次？不管太白死上100次、1000次，我都不会救他。还有你的朋友。 大圣跟传说中的不一样啊！哎，大圣，您找我啊？土地爷爷，你跟大圣关系最好，帮我向大圣求求情，让他去救救太白吧。土地神跟庙里也差太多了。关系好是一回事儿，强人所难是另外一回事儿。 据我所知啊，太白星君被关在不远处的须弥妖地，那里妖怪众多，你们想去救也不一定把他救得出来。就连大圣也不行吗？这须弥山，是因为五行山造成的。须弥妖地的妖怪都视大圣为仇人，大圣不肯去帮忙啊，怕是自己心里也没底，吃了败仗，丢了面子啊。 四大天王畏我，28宿惧我，九曜星君怕我，府县城隍跪我，三山五岳拜我。天上无困我之物，地下无管我之人。三界无我到不了之处，世界无我办不成之事。区区几个妖怪，我会怕吃了败仗丢了面子啊！那大圣啊！ 大圣，那你就是答应去救太白星君了？那小神在这里先替天上众仙谢谢大圣爷了，谢谢大圣爷，谢谢。须弥妖精在哪？大圣，你就穿成这样去吗？须弥妖地位于2界山之间，曾是护法龙族之地。自五行山后，那里便辉煌不再。世元占地为王，举妖成势，就连天庭也无计可施。齐天大圣孙悟空不搁五行山底下压着呢吗？听说那猴子手拿如意金箍棒，看他嘛也没有啊！没有金箍棒，大圣也能把你们打得跪地求饶。没有金箍棒还能叫齐天大圣？我肯救你妈野猴子！也，再叫我野猴子！帮我换首曲子。 这里的妖怪这么可怕，太白一定被打得很惨。希望我的朋友也没事。花音姐姐，你的朋友一定没事的。孙悟空。 到你能活着离开五行山，华音姐姐是太白，太白，哎，天雷。 太白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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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音姐姐，太白爷爷是不是死了？老神仙，老神仙，你没事吧？太白爷爷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我是神仙，怎么会死呢？哎。 天维不是让你跟大圣去方寸山吗？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？大圣呢？大圣为了拦住妖怪，还在外面呢。你是？是花音姐姐带我来这里的。老神仙，你知道金蝉关在什么地方吗？金蝉？金蝉，我找找，我找找。嗯，金蝉，我……哎呀，还在这儿呢。金蝉，金蝉在这儿呢。哎。 金蝉，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。金蝉乃是三界之灵，经过500年的修行，尽得大乘，由凡躯变成金身。如果他可以进入初禅天，就可以成佛。 可惜就是差这么一点点。我知道，只要能找到三界最动听的声音，金蝉就能修成正果了。这100年来，我一直在帮他找。很快，很快。你们是谁？咱们进来的。跟我一块走，1、2、3，走！站住！哎呀，法力不够，加足马力，1、2、3，走！站住！不愧是齐天大圣，只可惜是只野猴子。我脚下的这根柱子，你可还记得？ 我的金箍棒撞你的压楼柱，我很想亲手还给你。这回挺灵的，挺灵的。大圣，是大圣。 太白，休得动怒，休得动怒！大圣，你看，你又猴急了。休得动怒，休得动怒！以前都是小仙的不对。太白，你以为叫猴子来，就能阻止我拿到元神珠吗？世元，你在须弥山上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何必执着于元神珠呢？挺好。哼，如果当年没有菩提。 舍命相救，那猴子早已灰飞烟灭了。既然佛祖毁了我的盘根，我也要让他尝尝西天被毁的滋味。世元，元神珠里面蕴藏的是菩提祖师毕生的修为，你就算是达到了元神珠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根本驾驭不了。 我是在帮你啊，世元！我已经以金蝉之名，拒各地妖王于此。如果我吸收了他们的修为，能不能与元神珠合而为一呢？不想死的！ 把元神珠交出来！很多人想要我的命，但最后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能耐！大圣，五雷，步步相随，身披铠甲，头戴金盔，无凤太上老君急急入狱，哪里跑？你快走吧。 我一定会找到三界最美的声音，助你成佛的。以后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再被妖怪抓了。 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大白，大圣，刚才我已经耗尽法力才救大家出来，我真的得待在里头好好休养，你就别再逼我了嘛！这盒子里面真的是我师父吗？说话呀！没有满，装死是吧？以为你躲起来我就治不了你了？我现在烧了你的血！大圣，你这样会烧死太白爷爷的！让开！让开！大圣，我说，但是大圣，你要保证，我说了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啊！说。 当年天庭本该处你魂飞魄散的，菩提祖师用自己的命才换了你一条生路。大圣，你师父不希望你学会了嚣张，学不会低头啊！低头，我是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。就算天庭与我为敌，我也不在乎。大圣，这朱石虽然蕴藏着他的法力，却也脆弱无比。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逐渐消散成烟。如果再不抓紧去方寸山，你师父啊就仙运他乡了。由你亲自把他送回方寸山，这可是他最后的愿望。师父，你我之间的账，我迟早会跟你算清楚。 花影姐姐，你见过佛祖吗？我听金蝉说过。你跟金蝉的关系好吗？当然好啦，我们曾经一起修炼，那时他便立志修炼成佛。我答应他，待我修炼成人，就帮他找三界最动听的声音，助他成佛。对了，这只仙熏就是他教我做的，他不仅能吹出声音，还能收集声音。大圣。 你听过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？花果山的瀑布。对了，太白说花果山是人间仙境，那里一定有你要找的声音。我们先跟着大圣去方寸山，然后再一起去花果山，助金蝉成佛。到时候能不能让金蝉在佛祖面前替大圣求情啊？放心吧。 到时候我一定让金蝉在佛祖面前帮大圣求情。佛祖，弟子天为为大圣祈福，他无父无母，总是孤身一人。师父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他知道师父为自己而死，心中一定很自责。 恳求您在大圣完成使命之后，把金箍棒还有筋斗云还给大圣吧。我以后一定每天都专心礼佛念经。悟空，师父，师父，他们说你为了救我，元神俱灭，世间万物。 天阴地府，冥冥之中皆有定数，又何须介怀？你走吧，师父，你要往哪儿走？你从哪里来，便回哪里去。师父。师傅闯一口我会报，有天救命之恩，我无父无母，无亲无故，就让我留在师傅身边吧。此去若是再惹出祸端，不报出我的名讳，便是报恩了。 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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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股烧红了，我怕它着凉。猴子的屁股本来就是红的。为什么你们的屁股都是红色的？别再聊屁股啦！对，对，聊点别的。大圣，大圣，花果山的瀑布真的有那么好听吗？再聊别的。大圣，猴子的手掌真的有那么大吗？不大。 很小。那大圣为什么要在那儿写到此一游啊？留个纪念。那大圣为什么要随地大小便啊？憋不住了。啊，随地大小便。那太上老君和太白金星是好朋友吗？是基友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好朋友吗？啊！希望，谁的目光？年少的轻狂被遗忘，一杯酒换一个巴掌，酸甜苦辣自己尝。命运最擅长是当头一棒，手中握着那一点倔强。 英雄的梦想在生长，就算弄丢了金箍棒，我也绝不会投降。走自己的路，自己的肩膀去扛。不负有啊，背后啊，我的人生我自己掌。 最初模样，金箍棒，顶天立地，银甲之上，翻一个筋斗，比天高半丈。大圣，大圣，你吃桃子吗？不吃。大圣。 桃子可好吃了，大圣，大圣，山上的桃子比花果山的好吃吗？不好吃。七仙女真的那么漂亮吗？烧死了！大圣，你洗澡的时候会掉毛吗？啊， 神猪。 带到哪里去啊？能不能稳一点啊？不会啊，要不大圣你来架他吧。我要是能架他，早就到方寸山了。我的鲜血！ 吃水果啊，来，大家别客气嘛，啊，来，小天呐，你可不要再搞了，现在水里呀有妖怪作乱，咱们村呐可全都指望你了。村长，小天最那呢？哦，小天呐，你不要再搞了，现在水里有妖怪作乱，咱们村。 可全指望你啦！打妖怪要吃饱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请神做法的时候，不要打断我。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叫。嗯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香气沉沉映乾坤。 燃起青烟叩天门，千里路途专卖情，天兵神将入我身呐！哎哈！哎哈！哎真的！天兵神将，有了天兵神将，亲自下凡为我们铲除鱼妖，帮我铲除鱼妖。我们不是天兵神将。帮我找他。女儿们，亲自下凡，为我们铲除鱼妖。还是村长懂我呀。是野猴子，他不是野猴子，他是齐天大圣。大圣，他们都是凡人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 最讨厌别人叫我野猴子，哪怕他叫我张猴子、臭猴子、傻猴子，哪怕是死猴子，我都能忍，唯独野猴子不行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 别吵了！我说了，我做法的时候不要打扰我嘛！吵什么吵？大娘，我是哮天呐！你是哮天？我不是妖怪。村长，你好。他让天兵神将上身了。哎，村长。 这边兵神将这儿呢。哦，村长，你懂我。妖怪，妖怪呀！不是妖怪，还是不懂我。别吵了，我跟你们讲过了嘛，我是天兵神将上身。妖怪，妖怪，有见过这么帅的妖怪吗？我是哮天呐，仔细看看。 是天兵神将上身呐！哮天，哎，对啊，我嘛。哮天，那边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只野猴子，野猴子，野猴子，齐天大圣！哎，大圣，走，他才70岁，你都几百岁的猴了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喜欢乱说话嘛。我来摆平。 别吵了！你们真是，骂人家野猴子干嘛？骂人家野，就是没爹没娘啊，很戳人软肋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3位是我请来的天兵神将，帮我们村来抓妖怪的。请来的天兵神将？哎，抓妖怪。谁要帮你们抓妖怪？哎，大圣。 我搞气氛嘛，你那么帅，他们那么丑，不要跟他们计较嘛。哎，来我家喝杯茶，吃条条啊，我们慢慢谈。哎，来嘛，啊，来我家吃条条，我家很多条的。来，天兵神将跟我一样。哎，这边，来啊，在这边，来，欢迎啊！这就是寒舍啊！来，佳人花下坐吹箫，铁汉红墙思望遥。似此星辰。 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春宵？翠，天啊！此去片刻，我四季已如槁黄。村头到村尾这100步，我仿佛也走了1万年。你骗我！啊你根本没有我想你这般那么想我。我对你的爱，明月可见，天地可证。刚才那头猪就是他自己吧？人和猪都分不清，这里的人没救了。 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们也要一个。就会说说。这次我是说真的，真的嘛。这女的谁啊？夫人息怒，忘了介绍，这三位是我请来帮咱们村抓妖怪的。谁要帮你们抓妖怪？价钱还没谈拢。 天，打疼你了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嗯，我去给你们泡茶。哎，记得好好耍耍。必须的。嗯嗯嗯你和你夫人好恩爱呀！哎，何止恩爱，简直入骨。 说起我和夫人，那简直是一段闻者伤心、听者流泪的故事。当年天庭贬我，对你们的故事不感兴趣。哎呀，你让他说嘛。嗯，正所谓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是吧？ 谁能接受自己夫君是头猪呢？所以，就算村里面有妖怪作乱，我也万不能使出法力。思前想后啊，我想到用天兵神将上身的噱头，好让我变回真人施展法力。现在好了，全被你们破坏了。我们也是无心的。无心无心，有心无心都无所谓了。总之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 你们说怎么办？那我们捅儿子这种事，俺老孙从来不怕。你们不要看我，我是不会帮他们抓妖怪的。找到先寻，赶紧走。啊！大圣，大圣。 大师，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一点心意。之前多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大师不要太在意。实在是您脸上的毛太多了。哇，村长，这可是你家祖传的宝物啊！你不是留给女儿当嫁妆吗？为了捉妖怪，我就算拿出棺材本儿。 我也在所不惜呀！什么意思？我们全村的安危就仰仗你了，就仰仗你了。那是什么样的妖怪？喂，这妖怪。 我们也没见过真面目，以前他只是抓些牲畜。近些日子，他胃口越来越大，来的也越来越频繁。只要水边有动静，他就一定会出现。起先我们还以为是河里的神仙，甚至会主动送些供果到水里。直到那一次，总又打回来不少吧？哎，那可不嘛，好事儿呀！ 回去了啊！哎，慢点啊！好。那边挂点。哎呦，行行行，听你的。大圣，不如我们留下来帮他们吧。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留下来管，什么时候才能到方寸山？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大圣一样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。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说的没错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这个世界。 就是这么无情，这么冷漠，怪只怪我没有办法打败妖怪，保护大家。所谓生死有命，天，你不要这么想不开嘛！我不是想不开，我只是感情丰富。大家也别怪大圣见死不救，他是猴子。 猴子没人性，很正常嘛。当年他大闹天宫的时候，也是没人帮他，想想也是可怜。你哭什么呀？你说大圣可怜，我就想哭。行了，就算我想罢了，现在连把趁手的兵器都没有，那妖怪在水里，我怎么打？哎，兵器方面不是问题，俺打！哎，秦哥，你找我？兵器方面，尽管提。嗯啊，快点！ 来，大家快点！俺大圣里需要你，大家快点！大脸，快点点！哎，快点！铁棒在俺大旁边，快点！大爷，快点，快点！那边还需要，快！大家家里还有铁的，快把铁全部送到这边来。 跟上！走，快点！走！大圣，你的金箍棒好了，上！抬过来！快！慢点啊！ 兵分两路，我带着大家在岸边制造动静，把河妖引来。大圣在河边静候即可。待妖怪来时，大圣只需把妖怪逼到岸上，我们便可合力将妖怪抓住。你们是疯了吗？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对不起，华英姐姐，你的鲜血。啊！没事吧？是不是把妖怪抓住了？怎么样？已经没动静了。抓到没有？把妖怪抓住了！哎，把妖怪抓住了！啊！抓住了！抓住了！ 大家静一静啊！我先说两句。今天呢，多亏了大圣，帮咱们朱家村活捉了这个妖怪。对，这次如果没有大圣的帮忙，这妖怪还有西木作乱一阵子呢。对，大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对，我们大圣，谢大圣，谢大圣，谢大圣。你们要谢的话，就谢那头猪吧。对。 是天蓬哥救了我们，也是天蓬哥把妖怪打捞上来的。对，谢谢天蓬哥，谢谢天蓬哥。你一定饿了吧？别害怕，这些村民都是好人。还有啊，那你等着。 对了，天蓬哥，你什么时候能变成以前的样子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很复杂。想当年，他能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，我都不介意。他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那个天。翠。你们光顾着夸他们，你们倒是夸夸华音啊！啊。 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是吧？哎，天蓬哥，哎，天蓬元帅是不是比四大天王厉害啊？哎呀，四大天王只是看门口的啊！想当年，我武功高强啊！想当年啊，天上啊很多神仙想请我吃饭，我都没空。天准没了。 我再去给你们拿壶新的，你们先聊啊！辛苦你了啊，小心点。哎，玉皇大帝跟王母娘娘真的是两口子吗？哎呀，他们两个呀，来，都是给你的。鲜血怎么找到的？哎，谢谢。怎么没有心跳声？干什么？我想。想什么？ 没什么。你慢点吃。他们说你以前是天上的卷帘大将。哎，卷帘大将是做什么的呀？卷帘大将比天蓬元帅厉害吗？想当年啊，我是天蓬元帅的时候，统领天兵10万。哇！当时二郎神只认我这个大哥，我一眼都没看他。哎，没酒了。哎，我去看看我夫人阿翠，去那么久都不回来。哎，等一下再跟你们喝啊！天鹏哥，哎，金蝉说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，就是还不够了解自己。 众生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你说这么多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？以前金蝉说要找一个全是男人的地方做和尚，我就想找一个全是女人的地方做尼姑。不做尼姑也行啊，大家都是姐妹，一起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，多好啊！ 可是后来遇见天鹏和阿翠，我觉得有男人的地方也挺好的。等结束之后，大圣有没有想过，像天维说的那样，大家一起回花果山啊？ 你跟着我，不就是为了去花果山住几场成佛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也不全是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回花果山也好，住金蝉成佛也好，好像都是为了别人而活。现在。 我想为自己活一回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好生修炼，等你回到天上，就可以继续做卷帘大将。嘿就放在这儿。李大娘，李大娘，村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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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妖怪不是已经抓了吗？怎么还有啊？村长，村长，翠。 翠，你怎么了？翠，你要好好的，没有人再欺负你了。我就喜欢你打我骂我，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的。翠，答应我。 下去，下次。翠，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 不管你下辈子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翠。愿助我，交出元神珠，天庭或许还有你一席之地。如若你要挡我，就让你死无葬身之所！我要你的命！ 就你们这点能耐，还敢挡我？快把元神珠交出来吧，不然……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元神珠。天伟，又一个不怕死。 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齐天大圣，三界九州之内，只有一个妖王，那就是我世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没完！老子才是这乾坤四海最厉害的妖！ 别白费力气了！那我就成全你！未见佛果，先结善缘。你陪大圣寻心至此，现在也只有你能够救他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方可同金蝉一起，舍去毕生之修为。 过去事难以再忆，现在事不可记起，未来世随缘而去。悟空，悟空，悟空，你找到去方寸山的路了吗？我没能把师父带回去。这是你留在方寸山的东西，现在归还于你。 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。明镜本清净，何故惹尘埃？ 找到自己的心，方能寻得自己；记得自己是谁，方能找到回家的路。遇见你和天伟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也是。找死！你记好了，老子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纵然今日生死不灭，也要一战不负此生。 悟空，悟空，你找到自己的心了吗？师父，你找到自己的心，便是已经到了灵台方寸山。大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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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什么时候去花果山啊？大圣。 花果山是什么样的呀？那里真的有我要找的声音吗？大圣，我等你啊！自此劫难，大圣便成了真正的取经人。这就是五行山下的故事啊！我问你取经人在哪？你啰里吧嗦跟我说一堆有的没有的，你信不信我？你信不信我？你信不信我？大圣，菩萨可是让您莫再行凶，皈依佛法。 保护取经人，西方修得大成啊！那你知不知道这取经人到底是谁？哎，大圣想知道，说。据说是什么金蝉子转世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大圣成了取经人以后，大圣成了佛，可千万不要忘记小神啊！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。经菩萨指点，说在这五行山下有一名为孙悟空的神符，可护送我一路西去取经。啊，是我，是我，我本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犯了狂上之罪，才被佛祖压在此处。自菩萨点化后，我便昼夜提心，晨昏吊胆，知道师父前来救悟空出去，我愿跟随师父，与师父做个徒弟。可这山如此之高，我又手无斧凿，如何救你出来？师父，这山顶上有佛祖的金字压帖，只要你将它接起，悟空便能出来。阿弥陀佛。有人说，五行山是佛祖手掌化作的金木水火土五座连山。也有人说，五行山中的五行根本不是金木水火土，而是贪嗔痴慢疑，用来镇压大圣的五毒